无意义，夜夜灯红映照落，弟弟李阿星才艺人定服，老春迎风迎即将，公子王先生追逐，今春来了个郑家园，轻裘纵马携同国，姐姐我如天上花，妈妈是作口中玉，春去秋来大半年，逝去文山城见复城见复。
情汤欢我喜欢汤风鸡蛋你老汉人不散的心好风的饭啊我给散心心三分正是无家良宵多情堪斩你要添生意小生自当名人被办又何用你自己操心呢无家从来不岂为打扮操心你的乐于是未知是谁有这般福气当然是奴心爱之人不知谁个是娘子心中父爱你来猜一猜呀、啊！要我猜呀、啊！娘子啊娘子，小生猜不着的。你当真猜不着么？娘子心事，小生又怎知啊？莫雨啊！为小生所受啊！冬天未知寒衣遭备，娘子你对我真系体贴恩恩啊！娘子方才是同你开下玩笑嘅啫。要人家生气你才欢心嘛、啊、娘子说哪里话来方才娘子你一气怒小生之心几乎吓破啊而今向娘子陪玩一礼、啊、娘子你快来刺绣吧、哎呀娘子啊娘子你若然再生气便得为小生了咯。方才奴家着急，你又如何呢、啊？都是小生不善，再向娘子赔还大礼。待小生。为你穿个银针，千万千针，奴先问你，你只头样守得可合宜呀、啊？哦，妙啊！试问佳物二千千尽柔情啊！
情老长作无花令，柔声腰圆斗大的黄金人啊，龙衣的俘虏，金俘虏老了
分，多奇也满了眼。纵然失了此科，再等三年后，若失了佳人，千载难寻啊。小生那又不知，正准备与你妈商量，为娘子脱籍，那时便遂心头之余念。一定，我比娘子还呢。正根有恐多何如未收吧，假以针线又催人啊。娘子快些动手吧。小生不小行咯，尽放在你家帐房之内呀、啊。妈妈既要开销，可向帐房啊支付。啊、公子，帐房若果有钱支付，咁就唔使阿妈得咁烦恼咯。小生带来的银两。轻易用尽，债台足足半千夫。公子，你到嚟睇下，一钱一分，咪写得几清楚噶？哎呀，妈，乖女，你放心啦，你怕公子冇旨意咩？系嘅，系嘅，钱财乃是身外物，小心归去催讨便是。公子，你家字蒙阳，往返千里，咁几时至把钱取到啊？哥、我们虽非富有，一
人本尊也能将功绩尽付。中秋四大衙门就送礼物，营内班房多少官差每天都送一大笔，阿妈为你两夫妻曾经想得就好周密，你应该立即替阿仙续身，阿妈咁就阿弥陀佛，替阿仙续身故小生了冤呀。无奈眼前银两经用尽，还需待来兄归去坐谋谋。远水近火又点能济事，我不强收，先替阿妈清还债务。阿妈要清还债务，还欠多少数目呢？唔多唔少，只需三百两银就够应付。三百两啊！哎，官人。快到答应妈妈再筹先发啦！哎呀，乖女，娘子，乖女，你何须出旨意？公子配有富贵亲朋在京都，难道真系要我开口向人？公子，亲友之间缘急相遇，乃系平常之道啊！乖女，你放心啦，公子佢对你情深似海，定能尽力作良徒。向人求借贷是我平生第一遭，有恐世态炎凉，我苦向谁诉？官人，你就去试一试吧。不论钱财借得多或少，必须及早住。定早去早回，娘子休多苦劳。好佳音，知道。
我个公主走远未？已经走远啦。门外车辆方便船，可曾准备好？早已准备妥当啦。咁就依计行事，把阿仙骗得上车，开到江边去，把佢拉落船，唔准张声，我执埋嗰啲家私，随后赶到。云岛在半路啊！如今怎情形？事情我不知道，是阿三反回来相告啊！妈妈，快啲俾车，你爸不能救我啦！人真系大直又幸福咯！阿贵，吓、啊，你快去搵车去救郑公主，我去请定嗰个好大夫。知道。已经走远，前门我已关好啦。系咁就好咯，阿银针。啊，何事啊？你快执埋嗰啲家私，从后门上车去。咁姐姐呢？唔需多问，快些动手。来卿常住高院殿啊，行不安时坐不落，春去秋来快一年啊。公子待我多恩情，自恨无能来亏欠啊。今日登门取费用，乘机向公子再进言啊！公子，你妈，你妈，银行屋来人影不见啊！啊喂，邻居伯伯，咩事啊？你妈可在啊？你妈搬走啦。何时搬走？今天早上。搬到咩地方啊？唔知道啊。你家迁居别处，公子啊，你为何不带我在身边啊？无靠无依，今后如何打算啊？公子，公子啊，公子，公子啊！
来兄，你公子，莫非你转回来带我一齐走？住得好好，走去边住啊？李家搬走了，你还不知情？乜话？李家搬走了。李妈，娘子，娘子。换又是贫族富归来人影却如烟，莫非花尽我的钱财，次次阴谋想欺骗？你妈，你太狠心了你。阿仙，你太绝情了。公子，这等无情无义之人，仲赶去做乜嘢呀？我们回乡也罢，走。回乡啊，来兄，如今空空两手归去哪有盘啊？银两全被保姆尽骗，都要相酬善法，难道要止薄我世界变啊？外兄我已行踪，无奈公事在身，为其所恨，正一时，只望青天有路。
谁知我不我们怀疑啊。李恨归啊全上抑或尚在人间，可知把高堂上怀啊。进京，我全无音讯。如今公子下落如何？真的，你快讲，你快啲讲，唔使气着老爷啊！事到如今，阿来兄只好讲啊。公子自从到长安，不去思远住平康，手段烟花时一载，五千盘费散清光，老母心狠驱逐。公子进退无门，来兄埋吹苦，做公子还乡，无奈盘钱不够，公子他怎么样？唉，流落悲田怨泪，受尽凄凉。哎呀，此事当真？果然，果然，哎呀，果然。啊！你这个无巧奴才，这一回正是家姓被你尽霸。来兄，不用猜错，老夫一定赎你归来，怀疑家园，到悲田院内，下畜生下落，带到官船来见我。真的，出去，出去。郑家竟有这无行之教人真家，实不难猜呀、啊！阿斗奎臣。这个不是公子吗？哎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还听路人皆说那是名杨靖公子，本歌唱得最动人啊。咁带路带路。燕娥，燕娥啊，啊，嗱，大家过咋？嚟啦嚟噶啦，唉，同佢喊成日就得个啲。公子，哎呀，公子，哦，来兄，你
老管家。啊，哦，系老管家公子。老管家，你为何来到长安？一来兴相遇啊，陪同老爷进京嚟到长安，遇着来兴啊。你阿爹知道清楚，叫我嚟揾你翻去啊！阿爹到咗长安，揾我翻去啊！恭喜阎王，恭喜阎王啦！今日骨肉团聚，就好似平地嘅登天呢！从此永离苦海。心严家法的正是祸福难差呀！你阿爹同你系骨肉之亲，佢闹你几声，你赔过不是，咁唔系烟消云散啦？系咁啊，仲好过向飞团演挨饥受寒啊！公子翻去啦，系咯，翻去阿姨我啊，翻去好。我如何稍得风光，定将两位深深打败。阿阎王翻嚟见到个老豆咧，佢就系摇山一殿。嗰阵时佢只不过系富家子弟，梗系好威风顶嘅。诶，对啦，阿生，你跟我嚟，跟我嚟。诶、你而家急住去投胎咩？你搵佢老豆攞赏钱啊！攞赏钱啊！嘿，我怕你想死啊！真啊，你都唔睇下你个衰样，头上戴住顶死人嘢，手上咧揸住啲零零冰冰咁，咁嘅打扮攞赏钱啊！我怕你行到人哋门口，人哋揾骨头扫把吟啲屎出嚟拍你都有知啊！咁点啊，三啊？犯下二斗，放低啲死人嘢，洗干净个面口。慢慢地去都未迟噶，系噃，我哋翻去洗干净嗰啲面口。阿三啊，我话呢一世仔咧最叻就系呢一次啦。我唔系，你有钱佬罩忌噶。我哋翻去洗干净先吓。系啲啦。公子回来了，畜生回来了，公子回来了，灵王何老？孩儿拜见爹爹。畜生你回来了，回来了，你干得好事，令为父可老。禀告爹，物喜在胸怀。Ah!
你也曾啊，追啊言言无声，公啊国啊不是这样的人。住口！阿仙是谁？阿仙他只为家贫养身卖，他是个通情伶俐可恨的差，而与他相会真诚情难分解，而与他知天世啊人。还不悔改啊！西南饶恕你这个北朝啊奴才啊！叫他的啊，杀回来！巴萨畜生，你当我家姓如何呀、啊？老爷，公子下次不敢啦、啊！陷害。开恩，来兄，你要我死你系念家姓，欲父母，家死也满我也。Thank you.
老妈妈，老爷相公大官家，施舍点残羹剩饭难作咋？多年天寒地冻，风雪的高啊高。啊、今日真系冻咧！你见点啊？最多咪震下，但系谂起元和咧就废啦。今日佢硬要出嚟学乞食喎，咁嘅天气啊，我怕佢连啖粥水都乞唔到啊！提起阿元和，我就恨死嘅呢个不仁父亲啦，自己嘅亲生仔。就是咁鉴生将佢打死，如果唔系你同我及早挽救啊，仲不难死河边，亦都要被人生撞啊！阿四啊，呢啲都系往日嘅事啦，仲噏佢又有乜用啊？你睇啊，而家啲雪越嚟越大，啲风越吹越冷，不如我哋快啲揾元和，叫佢翻乞衣斗避下风雪啦。如果唔系冻亲。又弊嘅啦，最多我哋两兄弟乞埋俾佢食喺啦，揾下佢啦，冤枉！唉，都唔知佢去咗边度乞添啊！冤枉！冤枉！
多愁寒人啊！想起一滴针，一缕线啊！手出金鹏展翅，风云动，知夫杀手如人啊！恐怕万仙千针，长刺得心啊！
谁知正义八招千百绝，他一句道死春残恨未终，无奈何一场作笑新学的莲花闹，却教我未曾开口面先红啊！哎，想起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笑黑于吴市。大丈夫能伸能屈，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呀、人用
可怜可怜下娘。我心呢一点阴功啊你。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可怜下我这个又冷又饿的黑儿仔呢。八家和从门闭千夫万唤尽成啊，又觉得饥寒交煎，且抽身沦街走动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哦，可怜下我这个又冷又饿的黑儿仔咧。喺呢度啊，警局啊，三哥，你哋又嚟嗰度黑啊？唔系啊，我哋财街咁揾你啊。阎王，今日你黑得几多啊？唉，冰天雪地，恐怕又是空走一场咯。唉。都叫你不要出来了，你又不听话。我啊，三哥这里有半碗冷饭，你吃了它吧。那你呢？你吃了先吧，等等我就黑过了。三哥、四哥、苏月乐，你们为我揾药疗伤，黑食养命，今天我既能行走了，怎忍心再来坐食呢？切，沙煲兄弟仲计较咁多做乜啊？食啦，系咯，快啲食咗佢啦，翻乞儿斗避下风雪啦。如果唔系真冷亲啊，有病噶啦。去啊！乞儿，乞儿等等啊！等下，好似人叫啊！乞儿等等啊！大姐，试写下咧。多谢多谢晒啦，大姐。大姐，阿勇啊，施舍下啦，大姐，施舍啊，让佢攞翻啲啦。多谢啦。靖公子，银针姐，系你啊！靖公子，我患得你好苦啊，快啲跟我翻我。哎呀，银针姐，你哋屋企系咩地方先得噶？你睇下我咁嘅身世，点入得去啊？哎呀，公子啊！自从中了妈妈诡计，姐姐几番痛断肝肠啊！
此真情，真得枉我阎王挨饥受苦咯。阿阎王，你唔使谂咁多啦，快啲翻去啦。系咯，嗰个叫做阿仙嘅对你咁好，你哋应该翻去啦。你三哥四哥，你哋一齐同我翻去咧。我哋就唔去啦。阎王啊，我同阿四喺外面等住饮你嘅喜酒啊。三哥四哥，我阎王回去之后若有好转，我点都唔会忘记你哋嘅救命恩情嘅。我落山。但得阎王你离苦海啊，我哋兄弟亦加心安啊。咁我翻去先啦。三哥四哥，我翻去了。哎呀，你今次病好，你身体仲好差，以后啊三哥四哥早晚就唔关注得到你嘅啦，你自己要保重啊。三哥你唔好难过，以后我会嚟睇你哋嘅。我翻去啦。阎王，你去嗰度如果自然落嘅话，你就翻嚟揾我哋啦。老康
娘子。对半死孩儿交加膨胀，若非援救有意乞丐，我所以惨作少年亡。
见怪你了，都是不仁，都母太无良，想必娘子与元和一般凄惨。就怕你骂他，他不能原谅啊。你为我前程断送亲意沦亡，妈，
问乜嘢啊？女儿唔要你施舍于他，你苦心自问，官人当日初来我家，也曾故居四马，要全多金，未到一年，被花销尽付，都话罢了。你不该设诡计，叫他驱逐，送人前程，为人壮志。弄到官人异乡漂泊，公子变亲，身临绝境。哼，是佢自作自受。你欺天负人，神鬼不由，终有一日自食其腰。你还要三思才好啊！十年衣食费，数目不少啊！唔多唔少，加起来三千两，你然可有信？我讲得出就做得到，你唔使问我信唔信，你快去同穷鬼商量。
决定，女儿我便投金于水，自尽身亡。那是你人才良好，谁知吗？妈妈，姐姐佢铁石心肠，势难改变，你就成全他吧。事到如今无可奈，算你造化一点。
来了。问身欲罢，如何清代画眉头？恩爱夫妻贫亦乐，奋发英奋并头年。夫妻相对，谈心快乐噶。比起那风雪街头、窗帘花柳时，又如何呢？过去之事，还提他作甚？有事提起，也有好处。哦，系啦系啦，提起此事，使我想到娘子因。比天高，情于地厚，更舍不得半刻分离呀！晋王，还是读书好。夫妻相对谈心好。读书好。夫妻相对好。又好，你在灯下读书，眉妻一旁刺绣，岂不是夫妻相对了？娘子请。你好狠哦！
大学知道在明明得在新闻在知之善知之以后能定定以后能静你为何又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知之以后能定定以后能静静以后能安安以后能旅不有本我自有之中姐王你有没有思想过啊我看见娘子手上这对鸳鸯绣得栩栩如生好令人喜爱啊相思你用尽心底情寻求手浪善变你看他无闲意依恋相亲相爱乐无边姐母你觉得他们好人会恋将他给我夫妻当然差得远远他们到底是无之物怎比人中未到天下正我就怕甜蜜时光不能长久啊又怎能如此呢我们是开尽人间花物样成堂今世今生不愁月地若要夫妻长恩爱万世勤力夫妻恩爱同读书又有何相干呢？知我应亦从中未可偷安，你知方夫妻不分。我估到娘子你为甚担愁？若说功名两字不是为夫夸口，取之意于。十佳呀天王人王原来必有近忧天下高才不少学问志同无穷你呀、我至少十载寒窗才名深造长厄士林你海内文章经已读尽了青龙啊什么经典读尽为何生气呢浅浅道理你也不知万是什么才高自大怎么能为妻我我伤心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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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忧来生气，且恕我失孝之言。我都勤奋读书，你咪会读啦。我要你，要点呢？要你从书笑面。只要你勤力读书，为妻我自然欢喜的。如此说，我读书了。我读书了，你笑了。古之欲明，明得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自身。欲修其，我为何又不读了？这，啊！娘子，时候不早了，我们歇息也罢。点解你又不得病？我已觉得身体眼倦了。方才望着为妻，还是精神奕奕，点解一对书卷就觉得疲倦起来呢？娘子啊！又怎同书卷？莫再为奴费书卷。都是我爱妻情太深，只恨你爱书情。又怎会受人扎得牵？呢条道理的确新鲜，几许风流韵事，千古啊流传。嗱，疆苍或未，虽未见诸经啊传。
多才之见，也曾恋那落水神仙，何妨我妻花容，还比他们呢美艳，就算那双晶莹眉眼已经也啊干人啊横波一转，好比满湖春水，罩上了轻烟啊！心得人心阵阵凉，更添我心头念念。疗伤止痛，又胜仙佛丹田。人非木石，我更多情，又怎能心神自愿？为妻须笑颜。从今以后对着你怒目分明吧。哦，娘子啊娘子，你一捞起上来那双眼啊更美更美啊。如梅花吐雪似寒光映月，胜出合清香美艳妙绝。笑又不可，争怨又不能，你究竟要为妻点样才是啊？嬲也是好，笑也是好，嗱嗱嗱，半嬲半笑啊！哎呀，更是好啊！我到娘子你呢一双眼睛啊，真系天上所无，人间少有，千姿百态，美不胜言啊！难道为了奴的一双眼睛，你这个万里前程你也不要了？只为翠微锦像一家人，金了金马玉堂三何事？我把一个冤家
死我了。老子一双眼睛也是苦为奴奴，你又来抓我啊。同情我心意娘子，我错了。你还知错吗？娘子啊，我满错，千差，几岁且收残，罪更不得能。我从今把心肠改变啊啊啊啊，你句话我听得多了，你还有改过之
一日吗？娘子，娘子你若还不信，我唯有誓表苍天。皇天在上，我郑元和若不洗心革面、勤奋读书、立志做人，就将我。休来说话不长话，只要你真心改过。我是如水逝，催人更鼓，又是三更天。娘子啊，你先去安眠，我还要重温书篇。我若不勤奋读书，怎对得住娘子你呀？既然如此，咪妻一旁刺受伤陪呀、啊。娘子，你额上伤痛，还是血色也罢。只要官人跌发粉求学，咪妻我众多伤痛，也是心甜啊。娘子此话，教我生死难忘啊。还不觉得疲倦，你仲不觉得疲倦我？我倒觉精神开添啊！天王虽然求学要生恨，但也该有分有寸，来日方长，从古有道法。时候不在，知你明义。依赖明天，你当真唔休息么？我未休息，为妻我先去了。娘子，请便。
子，娘子。行来一只满腹怒，左右思量都难差一步。阴天状元秦安师，竟是蒙阳的郑阿元。直观声明，以我只分毫不错啊！他早在长安丧命，又怎能一举登科啊？唯怕接官亭上废周旋，曾命来卿把真情谈清楚啊！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喜从何来？小人探你钦差大臣，果然是我家公子。一点不差啊！千真万确，你阿四夫人也同在官船之上，公子的儿友张三李四还当上棋牌官。哎呀，真系好啊！我真是皇天的赐福，重生我子更登科啊！我哋有福享噶，你睇我而家就几一次样，真系唔怪得人哋话得意就似条龙，失志就似条虫，唔系命生成噶，全靠人运用啫。而家我哋捞得咁起呀，全靠夫人李亚仙，所以人人都把佢嚟赞颂啫。阿三啊，啊，你睇住打烂嗰啲嘢嘛？打烂啲嘢啊？啊，切，一粒酸梅就两只核，今时就唔同往日噶啦嘛。阿四啊，你咪以为我哋揸啲架撑系旧阵做乞衣揸嘅烂鸭脖子得喎？你听下，点啊？砰砰声啊，系咪？呢啲架撑系铜打银做噶嘛，咁轻易掟得烂嘅咩？我话你真系傻嘅。阿四啊，你讲开咧又讲啦，你咪怪三哥话你啦。点啊？而家阿郑公子啊，带住我哋当咗棋牌，人人都叫我哋做棋牌官，虽然系细细地咋，但哎呀都系个官嚟嘅噃。但你咧？个面口仲好似旧阵做乞衣咁，哭丧咁面，戆居居就傻傻地，反正你冇啲官威嘅你。我冇官威啊？我唔系。我啲官威啊，要吓死你啊！你睇下，我有冇官威啊？
眼光光的咧咧咧，中咗风啊，发神经啊咧！发神经啊！你呢叫做官威啊！咁讲下讲下就官威啊！啊喂，阿四啊，我同你讲正经嘛，你咪以为三哥同你开玩笑嘛？你因我刮你啦！算啦算啦，三啊，官威吞阿家就要使噶啦，你先附耳过嚟，我讲一啲嘢俾你知啊！大声啲，来来来，来，哎呀，嗱。如此这般来兄也肯相助，系咩？系即系唔怪得你话三哥兄弟就犯法多，等紧啊，就要睇下个老鬼嘅点收科先得咧。嗱，我哋分头准备一场好戏就快开锣啦！啊，系啊，准备下先，准备一下，准备下先。遇到钦差大人的行言啊！哦，大人过来，在与爷通传。哦，老爷点样通传啊？你就说到家老爷到。哦，遵命。上报钦差大臣，你家老爷到。大人说到向你无家高堂无科面前，老爷怎样？钦差大人说到向你无家高堂无父面前，乜嘢？高堂无父面前啊！唉，事到如今也无可奈。家远贵，系爷即命。是求见、啊、棋牌官有劳你通知钦差大臣常州千里他有公事求见吗？知道。开门大人，常州刺史郑丹有公事求见。请坐。请坐。我同是非终要分，清流言淑女，打破命门，一人当官个咯，命令下去，扬州刺史，都门对面。有命，扬州刺史郑达都门进见。乜话？叫老夫部门进见，系咁话喎。我呸！老爷，个法唔好湿啊！报，扬州刺史郑达，报点，报点，报报警。刺史到来，请坐。坐坐坐
闯闯啊！还有公事求见，未知所归何情？知道。不错，下官手上一桩案情，不知办理。钦差大人连连登科，才高学我，特来请教，请到其场。一少年初慕君恩，肯认生身之父，大人你道如何呢？常言道，声大莫如天地，自知莫如君亲。这个少年初慕君恩，便不认生身之父，看将喜怒，真是令人可怒。恐怕另有别情吧，大人。天大事情，不正把父子亲恩断绝啊！好过有天大事情，不该将父子亲恩断绝。官官这里一桩案件，还请赐死你吧。大人你有何见告呢？一帮人命案发生在长安，我主告到判官，请赐你你秉公审案。大人，你言之差矣，世上长安案情，又怎能到常州官府嚟到审理呢？其一未知其长，案情虽在长安，凶手却在常州府上啊！大人，原告何罪？我有状词，原告人状词当面。大人申冤。喂，在把状词呈上。遵命。改告状人张三李四。之前在长安城中举旗之上，是一对少年尸首，已经救治，幸得生也还。如果如此，问起内情，是不仁父亲斩杀其子。好奸人命，凶手如今落在常州，凶手如今落在常州。哎，状词句句分明是将老夫威难。叫我如何处办啊？钦差大人，我想天下自亲，恶如父子，斩杀其子，莫非有不得已之情啊？历史也曾说到。有天大事情，不过将父子亲恩断绝，问手杀孩儿之际，我曾想到天下至亲，莫如父子啦。
况且厮杀人命，莫法难容。大人，虽然有理，但证据不全。我为亲政，奴才人证俱全，拿凶犯秉公审理，量刀都拿官。求乔治再连报以春风难保啊！龙爷，春风不现，何不求他？啊，莫非这里从中有解脱之人吗？梗系有啦，边个？就是那个拼命护郎刺目劝学三年苦志一代名花李亚仙啊，李亚仙，李亚仙，想我世代名功，难道要求他烟花下贱吗？哎呀，阿三啊，世代名功助人于死地，下贱烟花玩人于谁艺啊？依我看来啊，下贱烟花比起个世代名工啊，仲要好过多多声啊！老爷，你唔求佢系点得噶？吓，老夫一定要求佢。当然要求佢啦。唔求就唔得，唔得。唉，如此说，你我换他出堂吓？乜、啊、叫佢出嚟啊？嗯。老爷还需请就好，仲要请啊！啊，请好，唉，请就请啊！两位琵琶官，有劳你相请少夫人出堂，知道？有请少夫人。Thank you.
府。张三哥，那位老人家是谁呀？禀夫人，他就是钦差大人的生身之父啊。啊，老爷到此吧。爹，张三哥，你真真不对了，既是老爷来到，为何不及早通传对老家大礼相接？如今他的老爷下来于奴，试问是何礼节呢？这个啊，是啊，夫人啊，是他自己喜欢拜而已嘛。那你不是由得你拜几拜呢？这件事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关呢？唉，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礼节了。万望媳妇听老夫一言，老爷又要如此对老丁义。孝儿，老夫之幸呀！孝儿两字，阿仙怎当得起呢？当日夫妻为恋慕，亲情曾相断，交劳一直痛彻心呀！竟有如此言谈吗？听他委屈千声，悔我当时绝情一眼。苦道清流无言苦，谁晓红莲出祸行啊？老爷，你在何来？老夫今天还仗你施恩皆难啊。老爷有命，媳妇岂敢不遵啊？唉，只因当日我一时之气错伤孩儿，致令他怀恨于心，还望媳妇你从中解脱，大不难忘啊！有知得是么？人家父子，将手
嘛。夫人说话，下官在屏风早已尽知。啊，都是我不巧，应该相迎的呀的。拜谢夫人，心忍啊！